今天的四十三 B， 今天谁来跟我聊天呢？Justin， 你好。Hello。你好，今天夜的四十三 B 在聊天的时候呢，却跑到 Old School 的十一 B 来了。Justin 有一部新的电影要出来了，这部电影叫做《The Days》，岁月，对吗？对。Justin 在戏里面演什么角色呢？我是演太子。太子。对。好了，今天 Justin 来跟我们讲话。Justin 的全名叫什么？陈家健 ，Justin 陈家健。先说啊 ，Justin 他年纪非常非常轻。Justin 今年几岁？今年十九。怎么会突然间跑来跟 Sinema 就是演戏？其实是。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是在街边冒出来的。真的吗？在街边被 spot 到的吗？对，被捡回去。被谁捡到？被 April。被 April 捡到 ，April 是《The Days》岁月这部电影的监制哦。但是我跟朋友就是去唱歌，在Orchard Road。开始的时候是只看一两眼就走掉，那就啊，你是说他们路过，然后瞄你一两眼，然后走掉是吗？对。然后呢？那之后他们就又走回来。又走回来。嗯。然后呢？走回来之后就问你先生可不可以要你电话，这样啊？不是，就蛮好奇的。那刚好他就说明天就是那个 audition， 嗯，那就想看，不妨去试一下咯。这样子，就不妨去试一下就被选中了。对，在街上被捡到，然后带回家试镜，然后就被选中当主角，嗯，很幸运哎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幸运？对，很幸运。开始的时候蛮紧张，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嘛，那个镜头在我面前，那就开始的时候蛮紧张。嗯，而之后就觉得蛮好玩，就是很像你可以饰演另外一个人。饰演另外一个人，太子跟 Justin 有多大的分别？就是太子这个角色，就是 Justin 在《The Days》岁月里面演的这个角色，跟你本身有什么不同？你说他被我吓死了。然后太子是那些讲话很大声，然后长得很帅，其实你也是长得很帅，只是讲话很近，就是比较近的那种人。我不这么常讲话，因为我是比较可以说内向吧，不会怎么表达这些。对，其实也是蛮相像跟太子，他自己也是不怎么会表达。所以其实太子的角色跟你有一部分是蛮相似的，有一部分是蛮相似的。朋友当中他是算是一个领导人，对，领导人。你要不要说一说《岁月》这部电影到底在说些什么？这电影是关于两兄弟的故事。他哥哥就是叫子龙，太子就叫子龙。太子只是一个，就是他朋友给他的一个绰号。绰号，他弟弟就是子豪。那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，就是讲关于他们两个。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，就是有很多社会党啊。在哪一个年代？在90年代。90年代的新加坡，有很多的小朋友的私会党是吗？小朋友，就是中学生的党派，对。那因为那个就是他弟弟就是子豪，他算是比较胆小的一个，所以常被人欺负。那哥哥子龙他就就是想很多方法来保护他弟弟。子豪发生什么事情就在电影看电影的时候知道，对吗？对。什么时候上映啊？今年9月。今年九月上映。所以大家要看《The Days》这部电影，今年九月可以看到一班新的演员，对不对？其他的演员都是蛮新的演员，对吗？对，都是新的演员。我也是新的演员，那个导演不是那个另外一个监制一直指着我。其实呢，燕燕在《The Days》岁月这部电影里面呢，也有一个小的角色，对，而且你演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角色。还好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听听 Justin 第一次拍电影到底有发生过些什么样的趣事，可以他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？好，别怕啊。
吓你了啦，因为他很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弟弟不要怕，姐姐没有刺的。